赛三胜听牌的独行侠 Luka Doncic 第六战要拼关门晋级。至于没有退路的雷霆，为了不要输球回家去，背水一战，所有年轻人都被激发无限潜力。Williams stops near midcourt and drills it。半场 logo shot， 从这运势上来看，上半场几乎是 OKC 的天下。两节十颗三分球轰炸，雷霆拉开到双位数领先。不过主场的独行侠也不是 so ga， 金童 Luka 赶紧跳出来止血。Doncic waits, now fires, cans a three。卢卡的自信让独行侠重见光明，29分、10篮板、10助攻，连续三场比赛都缴出 triple double。而且比赛前段静悄悄的 Kyrie Irving， 关键决胜节完全大复活。全场球迷嗨起来 ，KI 加码22分，时机来得刚刚好。独行侠克服了17分的落后，卡起来呀！两军开始你一拳我一拳的互换领先激战。OKC 关键人物是少主 Shai Gilgeous Alexander， 狂砍36分，是与对手纠葛的主角。不过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，雷霆一分领先的情况下 ，Ace GA 居然 Washington double clutch three， no the tip in， and they're gonna call a foul on the shot in the corner by Washington。成也 SGA， 败也 SGA， 最后2.5秒忍不住小手收，白白的把 PJ Washington 送上罚球线，吃了大门亏。 PJ 把握机会不用多，三罚进一球就够赢球。独行侠117-116，一分差寄走雷霆。未来是你们的，但现在我要定了。达拉斯大军四胜到手，率先抢下西区冠军赛门票。华视新闻蒋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